赵师傅，你心里有什么委屈，你就说出来。没错，你们说的没错，我就是在今年春节的时候，就查出来了有白血病。 刚听到这个消息，我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我啥都不想干了，一心就想等死了。可是看着一家老小，我得扛住了呀。 红石的周秘书他找到了我，来来来来来，咱们走一个。我也想拜托你关照关照我，帮我一个小忙。赵秘书，你开玩笑吧？我能帮上您什么忙呢？红石和艾瑜伽是竞争对手，我就是想给大悦城的项目添点堵。 比如说，把他们那个材料啊换点不合适的，在他们的仓库里面。周秘书，这个偷换装修材料这是违法的，我干了这么多年了，这个我知道。这是不是你说的那给谁添点堵那么简单？这事儿有点危险。 我来，他们就给我提供了那些质量不合格的板材。用了好几个晚上，才把咱们库房的那些好的板材全部调换了。那原来的那些板材现在在哪儿啊？我怕周秘书不给我第二笔钱，就把那些好的板材都拉到我堂弟那儿了。他开了一个一箱青农家乐。 都放在他后院的库房里了，你放心，一块也不少。我也是为了以防万一，所以才多了个心眼儿。我想着以后把那些好的白菜都倒手卖了，多少也能挣点儿。这就是所有的实情，我一点都不隐瞒。 我知道，我自己罪该万死，我对不住你们。我不希望你们能够原谅我，我这辈子怕是还不上了，就等着下辈子还吧。老赵，你放心，你的病我们会管到底的。 谢谢，少佐，你和程小姐都是天底下难得的大好人。你放心，以后需要我怎么配合我就怎么配合。我现在马上给我堂弟打电话，让他把那些好的板材一捆不少的给你们送回来。 那行，你也先安心养病，别想太多，有时间再来看你。好好保重身体啊，赵师傅。走吧。
他怎么说的？材料能不能要过来？你们俩继续照顾老赵，我去找趟孙总，然后你告诉景仁，让他去老赵堂弟的那个锦溪水乡的农家乐的仓库里，把板材拉回来。行，辛苦啊。 你打算怎么跟红石谈判？他们肯定不会轻易说出来的。放心吧，我有办法。你一会儿自己先回店里，啊，我自己去找他们。你要一个人去啊？啊。不行，我也得去。笑什么呀你？没有，我笑你担心我的样子。哎，你是不是现在觉得你没了我你就活不下去了呀？ 能不能好好的？行了，你放心吧，他们还能把我怎么着啊？是不是？啊，相信我。那你小心点啊。小心些，不是着急吗？钱都在这儿了啊。 就不用再说了吧，好了，先别说了，肯定不会少。那什么，那这包回头我再给你送回来，不用送了，你现在赶紧拿钱走吧，好不好？回头你自己注意点。哎，行。鹏程啊，我跟你父亲呢是多年的老朋友了，不要听信某些小人在中间挑拨我们的关系。我知道。 沐玉萍呢跳槽到我这儿，你心里不舒服，但是现在我把这个小人开除了，而且还罚了他一大笔钱，也算是替你出了口恶气。今后啊，咱们还是多合作吧。你的大爱城和我的大城小爱，既然都看好长租市场，倒不如强强联合，把上海的房地产界搅他个翻天覆地，怎么样？ 孙总，我觉得您还是没明白我今天来的意思。既然这样的话，还是让警察来跟您聊吧。哎，别别别，稍等，稍等，您先别着急啊，来，请坐，请坐。凡事好商量嘛。哎，我相信您愿意来见我。 那就是不想把这个关系给搞僵了嘛，对不对？那要不这样，您先提个方案，咱们商量商量吧。第一，你们要承担大悦城所有的罚款；第二，给赵建国的钱不许追回，这钱我替他还。第三，从此以后不许对大悦城进行任何的诋毁攻击，我们井水不犯河水，否则我不会再给你们第二次机会。 就这些，大悦城的罚款和损失，我很愿意承担。毕竟是我把你爸的大将慕云平挖走的，你们家的损失也不小，也算是我的一点补偿吧。这个账呢，就向周秘书给你核个数，公司就付款。至于咱们两家今后的关系，您大可放心。有句话说得好。 这个蠢货，把我都牵进去了。这会儿你我都脱不了干系，赶紧去找个律师来，跟律师说整件事都是你自己做的。
我跟着您，打拼20多年，一直以你为榜样。但是我却没学到您身上最宝贵的品质。我犯了最严重的错误，就是在您最需要我的时候，我离开了，辜负了您的信任和期望。离开之后，我才发现，爱与家才是我的根本。树没了根，再茂盛的树干也会枯萎。那边，哎，坐。那边，我最近常常想起，你刚跟着我的时候，就跟鹏程一样，意气风发呀。也许是我对身边的人太苛刻了，限制了你们的发展。你像鹏程，啊，他都对我有误会，那更别说你了。不是，回来就好啊。 跟着鹏程一起好好干，啊！大成交给你们了。鹏程啊，你可别像我啊，你要做一个知人善用、放权管理的好老板。哎，你完全不用操心，我不像你爱控制别人，这点上我像我妈，抓大放小。臭小子又气我。<笑> 文明，你愿意成为大爱城这个项目的特别助理吗？肖总，我愿意。董事长在这儿呢，我还没批准，你一个项目经理怎么就能随便用人呢？ 很感谢大家的到来，我是大爱城的项目负责人邵鹏程，这位是我们的总设计师景然先生，还有我们的项目代言人程真真女士。很抱歉，之前因为大爱城这个项目的建材问题，给大家产生了很多的质疑。那今天我们专门请来了事情的当事人赵建国先生，由他亲自向大家说明事情的真相。 大家好，我叫赵建国。我感谢大家对这件事的关注。我今天来是要把这件事的真相告诉大家。这件事的真相就是，我的白血病是在进入大爱城之前就已经得了的。我为了能够从爱与家得到这个医疗费用，我捏造了事实。
我昧了良心，我说大悦城的装修材料是有污染的。其实，是我把大悦城的合格的装修材料给调了包了，我对不住大悦城。我之所以今天能够醒悟，来这儿把这个事实真相告诉大伙儿，就是因为我们这个项目的负责人邵鹏程，邵总监，他用他的大爱感召了我。他不仅给我请了最好的律师，让我勇于面对法律，而且还给我提供了最好的治疗和最好的服务。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对不住他。媒体的朋友们，我愿意用我的生命保证，我们大悦城的装修材料是没有任何质量问题的。还有我们的邵总监，他用他最好的设计和服务，为来上海的这些年轻人们打造了一个温馨而又安全的家。他是我遇到过的最好的老板。抬到吧台的后面，辛苦啊！邵先生，这个新房装修啊，就算是使用的所有材料，单项检测结果都符合环保标准。但是现在，哟，这么早啊？都买完早点了啊？哎，行了，你们俩上班比我还积极呢。美丽姐，你今天穿的真精神。真的吗？嗯。好看啊，嗯，美丽姐呀，改口了，店长，就你嘴最甜，哎，叫什么都不重要，咱们最重要的还是得一起努力，踏踏实实的把花园店啊越做越好。你们两个是元老又是骨干，以后可得多帮衬着点你美丽姐，听见没？没问题，哎，美丽姐啊，美丽店长，你说他俩现在被调到总部去负责那个大悦城项目，咱们店没什么正经能干事的员工啊，要不要找点什么新人啊？你还真有心，还惦记着这事儿呢。我跟你说，人真正走的时候早就安排好了。那前两天就已经把需要的人才信息，还有岗位需求，全都发布在五八同城网站上了，看见了吧？你看这才两天，我收到了百十来份简历，我仔细看了一下。好像素质都还不错。哎，对了，今天就会有人去实习，你们两个人费点心，到时候带着点，毕竟是新来的，可能接二连三还会有人来面试。嗯，咱们美丽店长的效率啊就是高，那是必须的，以后就靠你们俩了啊。行了行了，你们先去。哎，好，一会儿见啊。一会儿见啊。哎，可以啊，挺效率啊。看着这整栋公寓一天一天的改变，觉得再累再辛苦都是值得的。哼，别说啊，在这房子里待的时间长了，就好像装修咱们俩自己的房子似的，是不是？您好，陈真真小姐的唯品会快递。哎，那个，来，进来进来。那个什么，放这儿就行。好，嗯，给您放这儿了。好嘞，谢谢谢谢谢谢啊，辛苦啊。在唯品会买什么呀？摆件呀。哎，丽丽，有的时候吧，我觉得咱们还真的挺伟大。你说这么一点一点，帮别人建立成了一个家。想象着他们以后住在这房子里，肯定会特别开心的，是不是？我相信，很快，
很快我们俩也会一点一点的为我们俩自己创建一个家。细水长流，人间烟火，一桌一椅，一餐一饭，和有爱的人做想做的事儿，这就是我认为的幸福。说的还一套一套的，这是个什么？来，店长，这儿呢。启善，欢迎光临爱玉家，我是房产经纪付小宁。您是要买房、卖房还是要租房呢？很高兴为您服务。骆大小姐，不是您怎么来了呀？你们都不认识我了是吗？这。我今天来是想预定五套长租房，你们安排谁做我的客户经理啊？五套，店长。哎，哇，五套！天哪，骆大小姐，哎呀，真是一个大单子。骆小姐，我就知道您是我们爱宇家呀最有实力的客户。不过您这一下子要预定五套，是留着自己用还是要？哦，我忘介绍了，这是我的合作伙伴严叔。我们俩是小学同学，也是前阵子同学聚会才又见的面。他是纪录片导演，我们俩合伙开了一家影视公司，之后应该会给世界地理杂志拍一些作品什么的。哇，原来是大导演啊，了不起了不起。之前丁祖儿经常提起你们，今天终于见到真人了。啊，是这样的，我有几个外国的同行朋友最近一直在上海工作，所以我就给他特地介绍了咱们大爱城计划，因为我知道你们的设计和服务是特别适合于居住在上海的外国年轻人嘛。这个是必须的，骆小姐，真的是非常感谢你。我都说了，你别叫我骆小姐，我现在也是创业的人了，你应该叫我骆总监。骆总监，大家请放心。我一定会让我的女神一直幸福下去的。喜善，我也为我之前的鲁莽向你道歉，不过我们现在也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了，所以希望我们越来越好。我觉得现在这个灯这样布置还挺温馨的，你觉得呢？我觉得这房子怎么弄完之后吧，朱爷一定会喜欢。钟爷爷，对，钟爷爷来了。钟爷爷，我们都等你半天了。是吗？钟爷爷，我看出来了，今天咱可有点帅啊。这都是精神，他非让我穿的正式一点，要好看一点。他说今天晚上的 party 啊，是你们开业之前特意为我准备的，那我就穿成这样了，怎么样，还可以吧？钟爷爷，你要是再年轻个几十岁，全上海的小姑娘都给你迷倒了。没错，小丫头，你钟爷爷，咱里边看看，走吧。好好好，走走走，来。在这儿加了很多年轻人可以使用的设施。钟爷爷，这一块啊就是公共的休闲区域，休息的时候没什么事了，大家可以在这儿自助喝喝茶、聊聊天，休息休息。好，我没想到你们会做得这么好，可惜啊，物是人非了。钟爷，
不光这些呢，我还给您准备了个惊喜。惊喜？什么惊喜啊？走走。钟爷爷，你要的秋千我们给你做好了，你看，就在那儿。好，碧君，我推秋千。有成就感吗？赵鹏程，我希望这个城市里有更多的年轻人能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我相信在这个城市里一定会有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大悦城。姐姐，你猜我现在在想什么？我在想，特别感谢当时在客服接电话的那个人，是你。你好，美方管家，我是5号客服，请问有什么可以为您服务的？哎，你是5号是吧？那以后有什么事我就找你了。我也感谢当时把我留在花园店的人，是你。你要是想让我踏踏实实留在这儿，就把刚才那姑娘也留下来，别问我为什么，先把这事儿给我办了。先生，看一下房子好吗？您是想要租房子还是买房子呀？给你个好东西，这是不是你之前丢那本日记？在这个世界上，我唯一的亲人就是我妈妈。
但是三年前他去世了。送过去的。邵鹏程，你怎么在这儿啊你啊？哎，你知不知道我找你一天了？你去哪儿了？你这一整天啊？就算要辞职，也应该是等我自己想好了，我自己去辞职。竟然不能代表我的决定。大悦城这个项目，是通过我们俩的努力，一点一点的让它从无到有的。你也答应过我，要陪着我一起把这个项目做完，要让这个城市中更多的年轻人拥有属于自己的家。所以我不想让你离开爱玉家。陈真真，就算有一天全世界都把你抛弃了，我邵鹏程永远支持你。喂，我也爱你。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规矩都是从无到有，员工们跳晨舞不是为了 PK 舞姿，而是为了培养团队精神，培养你们自信积极的心态。跳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所有人都认为你们很可笑，认为你们很 low 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看待你自己的。我再强调三点：第一，上班不许迟到；第二，着装要统一；第三，每一天下班之前把当天所有的房产信息发布到 ENG 客，让员工早上跳晨舞不是为了让你们 PK 舞姿，那是为了培养你们的团队意识，只不过在我曾慧敏的门店缺席一次，罚款500。啊！在我好美丽的门店缺席一次，罚款500。好。店长，啊，听见了没？这美丽姐的台词啊，跟你是一模一样。你这是找她要版权费啊？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大悦城17青年公寓开幕的大喜日子，我是项目总监邵鹏程，在此我仅代表爱与家，代表大悦城的每一位员工，
热烈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大爱城在经历了千辛万苦之后终于问世了，得益于在座的每一位的信任和支持。作为项目的发起人，我在此承诺要将大爱城真真正正地打造成每一位租户温暖的家，做公寓租赁市场中合法规范的榜样。接下来请允许我向各位介绍一对非常重要的嘉宾，就是坐在第一排的这两位老人，钟志恒先生和陈碧君女士。他们二位就是这栋房子的主人。今天我之所以把二位请来，是因为他们用了半个世纪的时光为我们演绎了什么是爱，什么是家。一点一横是建筑的穹顶，里面住着有感情的人才能组成一个温暖的家。所以我们建设的不是一个冰冷的建筑，而是一个有温度的家。我们要让它变成一种牵挂，一个港湾更是一个心灵的归宿。Close.
提着问号找喜欢，在街道串流你单曲循环，说幸福孤单也与我患难，有多少热烈热出大麻烦，地球依旧在狂欢。Troubles never end, I will keep you safe and sound, 在爱情的天文馆甜蜜契合了世界观， See me in the dark, Your beating heart is taking my way, 在大人